依照你这个状态吼，到十五张的进程，巴拉巴一直拢是保罗的头前，啊来了交接就交接起来。啊，总之吼，这个代志吼，马克吼的一个少少的透露吼，总之巴拉巴有认真给培养，直到后来这个保罗，伊在这个所在肯定这个冠道马克，吼，直到后来肯定马克吼。天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天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段吼，讲独独有罗家伫我遮啦吼，你来的时阵吼，就将马克带来。因为伊伫团队时间比对我有利益个，啊，咱若看了即句话吼，会感觉真感慨啦，吼、哦。马克少年较毋捌代志，总是后来巴拿巴家己造就，造就甲保罗虽然无看到马克，伊知影讲马克对伊来讲是有利个，表示伊个好名声吼，伊个传教个卡业一定正人拢知影。正人拢知影，总是吼、哦，这经过二十年的代志啊，二十年吼、哦、才练出一支宝剑出来，吼、哦，二十年练出一支宝剑，伊这吼，伊、哦、这啊，这个什么迄、那个墨者啦，什么个，迄两支宝剑这名，这吼、哦、十年才练出一支宝剑出来，这干什么？诶，真勇诶，招法！嘿，啊，最后即个所在，互咱人看见讲，咱诶一举一动吼，人家咱看出是招数啦吼。总是吼，安尼一他吼，丝丝毫厘他不偏离。啊，毋是讲啊，对，一定爱加咱即个正经内面吼，安尼加字，安尼加字，安尼用功啦吼。上界重要是记载天人诶册灵，啊，咱上进保罗吼。啊，爸爸，若要甲保罗拜名，伫天人的车里吼，有可能无较久啦，有可能无较久啦吼。总是吼，有较久，点么人较久较赢，咱毋免去甲拜比啦吼。总是互咱知影讲，虽然爸爸安尼咱亲像以后无看见伊的名，总是若看见伊到后来倒拖的马克，得到保罗的肯定，伫伊真滴个，即、這个。日后，即个看差不多要用判死刑的进程哦，啊，交代讲，着爱将马克解脱来，因为吼，拢无人要陪伴即个保罗啊，吞罗家哦，啊，对伊佫欠一寡助手，通啊好做宣教，啊，伊认为讲伫迄款的感觉的中间吼，会当家帮咱的，会当安尼尽忠的，伊认为马克是上好的人选。哦，所以吼、哦，这代志也是一个，予咱感觉讲可惜的所在啦吼。啊，若到时保罗甲巴拉巴吼做一伙，有可能吼、哦、新约的历史有佫无共款啦，吼、哦、有佫无共款的所在，吼、哦、啊，总是上帝有上帝的心意啊吼，因分开有因分开的这个的利益啦吼、哦，啊，只不过是巴拉巴的卡业。咱看无到讲，哎，到底有去做到什么款特别的大个代志吼？啊，这是较可笑的所在。啊，巴拉巴本身吼也无住宿啊，吼啊，讲一比着嘛，咱了后看去比着神父书，哦，约翰三书吼，啊，各带兼客资料，各约翰福音，拢是约翰多写，吼。啊，最后这个所在吼，咱看见讲留落来的文字吼，有伊的重要性，吼，有伊的重要性。身边的同工吼。嘛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因为有罗家做伊身边的同工啦吼，所以唔干呐照顾伊的肉体，也伊个都在记载伊的历史。来，关于第十五章吼，这个转捩点吼，主道的主道教会的转捩点吼，咱有看什么款的要分享，还是有要过来伫这个所在讨论的无？
所以哦，这个开会人家是安尼啦吼，这开会哦有伊的必要性啦吼。你像讲，咱要二二八要举行这个吼，总是咱知影讲认定的主办单位是道家部，啊，足奇怪，道家部的牧师哦，我敲电话伊哦，也无要甲我接啊，啊，也无要甲我回啊，啊，我着嘛是爱神主办的机啊。哦，我讲啊，真是，阮有安怎安怎，啊，唔知你的意见安怎？哦，啊，阮有讲要讨论这个，因为咱去年是礼拜论迄落论坛，拢做伫礼拜内面，哦，啊，今年要甲分落开，啊，正教育部这边是要安怎参与到这么款的程度？啊，我正来甲部长讲啊，你是不是你来？啊，参加开会一下，哦，啊，伊只讲讲伊会，伊会当四点半到五点十分，啊，我拢有转互恁看，啊，对吼，咱知影规矩啦，啊，总是吼，中会吼，会感觉一个堪忧的所在就是讲，少年的才会动工吼，对这款的物件吼，渐渐拢较不粘锅啦，哦，啊，总是最近吼，咱也对咱咱这个访问。咱咧放二八的这个邀请函，这几个，即个嗯国书也好啦吼，时代力量也好，也是讲这类吼，会逐渐吼，咱去咧做这款的物件吼，会当看见讲安尼，感觉讲，哎，内感觉真幸运呢，吼，虽然是讲人真济啊吼，啊只是走三场，吼，啊牧师吼咧准备这，那爱这块用一块时间啦吼，这是当然，无这我就无讲啥话啦吼。啊，当时吼，我嘛感觉真欢喜呢。啊，等吼，搁听见这个什么人，这个洪医师吼，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洪医师吼，讲到对来参加教会的这个礼拜阵吼，讲到后边呢，哦，伊感觉伊带这个少年的吼，真快乐啊，不过嘛真辛苦啦。啊，总是伊感觉真辛苦吼，会当伫礼拜的中间吼。来得到成就啊！伊讲到这的时阵哦，到后才停下。哦啊，咱的麦国兵了哦，搁在甲中国哦，中国讲哦，啊伊讲到这个嘿哦，啊伊这个教练的哦，啊我呐深深期待讲这，不管任何政治人物哦，拢爱有宗教信仰。哦，当然咱袂当讲啊，你拢爱来信耶稣。总之，你若到处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哦。实在真正是啊，伊个方向佮伊个即个核心价值佮价值观吼，会比较较准确。总毋是利用宗教，咱有看人个绑票宗教个吼，啊用宗教咧敛财，吼，迄个佫大不相同啊。即边若佮二班啊，我可能会做即款个呼吁，吼，就是尊重嘛，鼓励各位政治人物。啊、哦，去看是去教会，啊，是去拜庙啊，哦，总是唔是去闹政的时阵吼，啊，伫遐咧甲因光着啦。你正闹政的时阵去甲因光着吼，袂输起咧甲因加持啦。哦，啊，一个变一个较大，较早是啥物院的院长尔，到后来含总统也是，哦，较加你演讲表嘛到位者，哦。啊！你要去庙里拜，你咧做，阮尊重你。啊！你咧平常时去拜，哦，啊，唔忙哦，唔忙过来有即落安尼，要啥物？要绕境的时阵，啊，来去遐家己斗光雕，哦，所以较侪土地，底因较侪条，嘛拢学会去因兜。嗯，事实哦，咱从外面看。特别咱基督徒本来就无咧信这套，啊，愈看到迄款场面，啊，怎啊对嘞，啊，上够箭头，这只叫做箭头，我都形容，英语叫做 stupid， 戆甲袂晓上啦，叫宗教在咧装笑，啊，怎啊对吼，啊，两叫啊，碰正话，哦，那西洋遐我懂，虽然对一寡人有帮助有安慰哦，但迄西洋。足 low class 的信用也是拢爱行像即款号做交易式的吼，哦，我个金币主义啦，啊，佫行像个金币主义，我那叫现金，叫按公名，哎呀，不要也罢，
讲肉，讲肉。所以吼，这个这吼，当当教当然是自由啦。啊，有当教真足重要。迄个无争论的吼，你就像习近平安尼啊。诶，但是爱安尼讲吼，我即个听说足欣赏习近平吼，加突破汉文化内底即种偶像的信用。对。规个拢个拍火拢无，所以咱嘛爱叫医生，是毋是嘛爱排落了？对。但是后盖复兴的时期，真理会较赢啦。所以拢可以死活紧啦，迄种拢拍到分边哦。对。免惊日本初期对基督徒的迫害哦。对。哦，日本较输嘞。哦，日本足严重。足严重啊！迄基督徒啊，逐个海边吼啊，水火淹嘞，上朝的时吼，啊看伊安尼，啊头一个啊就拔个路，一定会死的，啊嘛是会死。嗯。迄实在是，吼，迄未输。比如说初代教的阿伯，韩国甲日本拢有啦，拢有吼。嗯，总是韩国甲日本哦，无同的初代就是韩国的当初是麦克阿瑟驻守伫迄个初代时阵吼，有对这个美国这边哦，请20000+的传教士过来。哦，安尼哦。嘿，啊，总是哦，日本哦就无啦。哦。日本就因为哦，美国是硬等了关注党哦。哦，无效。对哦。未改啊！哎呀，美国送去韩国是帮助，就是成功的啊，成功啊！对，嘿，甲因帮助啊，无就照北韩，北韩并吞变重担国家去。难怪啊！啊，所以哦，因迄个时阵嘛，迫害嘛足严重。你若去韩国哦，会教会，哇，船靠遮足济啊！迄船靠遮足济，逐所在拢有船靠遮的纪念馆哦。啊，一片的就安，迄纪念馆哦，安200-300的名单，200-300的名单。啊，台湾的船靠遮吼。无够，我知影，敢只有一个孙清峰啊。伫马鞍国来时阵，敢只有一个孙清峰啊，伫凤山船教啊。哦，啊，阵个吼，所以教会是去伫船教遮个会顶面啊。哦，即句是真个啦。哦，对咱个初代教会吼，看偌济人船教，船教毋是几个人哦，是船教300万。呵呵，船教300年哦。哦，300年看死几千人、几万人，甚至是百万人以上。哦，迄阵的人口较少。啊，安尼哦，到后来，这个君主坦丁大帝哦，抓着一位家主，伊啊，拍赢了后，才承认基督教对国教。哦，啊，对伊点开始了哦，哇，这教宗哦，啊，愈来愈大，以后的王拢来教宗去家己按立，才会当做王。哦，啊，绝对的观念嘛，绝对的腐败啊，就是宗教嘛，同款啦。哦，所以到后来有迄个罗德马丁的改革，哦，才有新教，咱今日叫新教基督教，无以前拢叫做天主教。啊，天主教是咱基督教的母会，哦，基督教的再讲是对天主教改革过来，哦，对它分出来，所以讲起来，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母会，哦，这是事实啦，哈。啊，总之哦，迄个时阵。就压迫到伫因安尼掌权的时阵哦，啊卖迄个足多光啦，吼，啊教宗无谬论啦，吼，甲迄个正经讲的话哦变大啦，吼，啊伊会当改做正经，真有会当看正经，民进党袂使看正经，惊看了毋对的，读了毋对的，吼，啊这是罗德马丁感觉讲万人皆祭司啊。唔免照着真富，啊！大家人因为耶稣基督吼，是为着正人来死，唔是为着这真富来死的。哦，所以吼，后来每一个人拢会当纠结耶稣基督的名。来，有要继续无？好，搁一只来，咱来看16章。保罗来到这个特比，又到罗德，伫迄个所在有一个温度啦，吼。啊，名叫做提摩太，啊，是信主的犹太妇人人的仔啦，吼，伊的老爸却是希尼的人，吼，信主的犹太人的妇人人的仔，吼，总之吼，非这个所在吼，因老爸的名，一般拢会写老爸的名，吼，总之这个所在无写啦，吼，啊，希尼的人就是希腊人啦，吼，希尼尼就是咧讲希腊人。啊，无通常哦，你若假如讲是犹太人哦，会则讲是虾米人的囝提摩太，
哦，总是这个都在无写哈。啊，罗志德甲伊个两个兄弟拢穿战衣啦哈，保罗就拖伊东去。是因为迄个所在的犹太人吼，拢知影伊的老爸是希尼的人，就甲伊行割礼。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吼，因会当接受割礼，也是讲因的传统，还搁一个割礼的中间。所以伫初代教会，并毋是讲阿大公回去了后，就将割礼完全废除。啊，因啊，因为因的即个信仰的良心啦吼，因感觉因无受割礼心无平安。就因啊，同款伫迄个所在行这个角咧，啊，总是上少啊，上少啊，接受这个，所以这较多好有补充说明嘛，吼。啊，所以啊，嘿。安尼讲的时阵，伊的老爸是因为伊是印尼人，所以因是无行角咧。无行角咧吼。总是啊，老父是犹太人啊。嘿。哦，老父是犹太人，啊，有可能伊的信仰哦，就偏接老父这边来。嗯。哦。啊，所以吼，伫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就讲，就认同肯定吼。啊，只因为迄个所在，保罗托伊当去吼，只因为迄个所在是犹太人，入乡随俗。对。入乡随俗，吼啊，所以吼，虽然是嫁予犹太，哎，迄个人希腊人吼，希腊人托犹太人，吼啊，生出来的囝啦，吼，所以这个安怎顾的？啊，这安怎顾？犹太，这天无太吼。总是伊来到犹太的所在，要来做开始啊，加入这个动工的行列，伊就爱照犹太的例啦，吼、哦，犹太的例。啊，对哦，有人只为着宣教的需要，吼、哦，牺牲嘛是必要。啊，而且这款的牺牲吼，并唔是讲真嘞。虽然这个一段犹太应该这天摩太应该是政治，那理论。迄、那个传道书啦吼，会知讲，若要用咱即摆讲的，讲一人言打比较的感觉，迄款的意思啦，吼、哦，迄款的意思啦，吼、哦，一人言打比较咧做传道，所以有提摩太啦、提多啦、腓立文啦吼，腓立文另外啦吼，啊，腓立比是教的，啊，提多、提摩太吼，拢是保罗的这个牧养的培训，就是咧教教导教练的人吼，安怎牧会教会啦，牧养教会。哦，提摩太，哦，其中一个，伊才有提摩太的培训。所以啊，因为伊入来要工作，入乡随俗啦，吼、哦。伊来到这犹太人，啊、哦，因为遐个所在犹太人，吼、哦，啊，伊来到迄个所在，啊，所以就，啊，不如托伊当去，只因为迄个所在的犹太人，阮知影伊的老爸是希尼人，就甲伊行隔离。啊，迄、那个所在犹太人甲伊行隔离。啊，总伫这个倒来，我拢知影伊的老爸是希尼的人，就甲伊行到咧吼。这我感觉连接唔是介好势啦吼。啊，总是就是伊要踮犹太人的中间开始来对干，也是讲老母至少老母是犹太人啦吼。啊，所以伫迄个倒来甲伊行到咧。啊，虽然甲伊行到咧吼，伊嘛无拒绝啦吼。伊无讲啊，即马就已经规定啊，唔免行到咧啊。哦，咱看犹太，这天摩太，这个教练的团队吼，伊嘛欢喜来领受啦，吼、哦，欢喜来领受，并唔是讲啊，这卡面汤吼，咧改革啊，这一个鞋啊吼，鞋啊钢筋啊，水要甲破遐角了，含鞋啊破遐角啦吼，无安尼啦吼，传统吼，甲这个新的更新的心智吼，那得爱注意伫身边的这个。啊，看到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吼，咱也爱保守，也爱保留啦吼，也爱保留。啊，啊，对因这个所在，家己行到咧，伊也照安尼咧行吼。啊，第四代伊经过达城，用耶路撒冷的主徒甲长老所约定的这个条例，交予因遵守啦吼，就是较早咱讲的迄四项啦吼。啊，交伫正教会中间来遵守。啊，对于这个，第五代对安尼正教会的信心就越发坚固，人道日日地就加添啊，人道日日积德就加添吼。这咱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七节，对迄个所在吼，连段过来解讲人道日日积德加添啦吼。二章四十七节。这个所在是正过尊这个时阵吼。啊，因伫迄个所在，
一百二个基督，你迄个所在基督圣神亲像火，吼、哦，降临伫因个身上吼，啊，那亲像纸，迄、那个火亲像纸啦，吼、哦，啊，大人讲起因大人个胸口，然后伫迄个所在，嗯，众人传教个时阵吼，啊，上帝就将圣迄个地球个人数，以及家庭个因数啊，七十，就俄罗上帝。对众人的喜爱，注重地球的人数，以及家庭福音，吼、哦，这个所在就有讲起了吼、哦。啊，这个所在讲起吼，啊，这是三十八节，彼得讲，讲恁大人着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行乎恁的罪得着赦免，就要啊领受所赐的圣神，因为这个应允就要乎恁、甲恁的儿女以及一切远远的人。就是主咱的上帝做掉了，啊，所以彼得佫用真多话做见证，宽免因讲，恁着救家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界。对安尼领受伊的话的人就要说，迄一日约了有三千人受洗。你看一个彼得讨伊人吼，就圣神的充满了后，啊，伊讲简单讲起，大人着爱悔改认罪。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迄日就有三千人来洗礼了。哦，迄日就有三千人来洗礼。哦，啊，对上帝将地球的因素，以及家庭福音呐。哦，啊，将以及家庭福音哦，对百二个到三千个啦。哦，对百二个到三千个。啊，咱再来看哦，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章《主道行传》第四章第四十六吼，总是听到的人有侪侪信的，十波人的数字约了有五千呐。哦，你看土地咧成长吼，的速度非常的紧，哦，速度非常的紧啦吼。所以耶稣就着这款大的苦难吼，有时愈是苦难，教会愈成长啦。啊，愈安逸的时阵吼，大家咧吼。做礼拜吼、哦，都干那做礼拜吼、哦，做礼拜啦，做假来礼拜啦，吼、哦，唔是咧做礼拜，是做假来礼拜安尼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就看见伊咧吼，伫这个所在讲起三千人吼、哦，啊，无咧五千人，吼、哦。所以即马吼，啥物破得家吼，也是拢输较忝啊，输忝忝啊，输这个比点吼、哦，伊咧当好钱吼。啊！了后佫出现到伫今仔日，因为因迄个角力拍开传统的这个锁链吼，拍开了后吼，上帝就将地球的进度，以及加天福音呐。吼、啊，所以为着要互进度加天地球吼、啊，有时咱的门槛吼、啊、不宜上过了大。吼、啊，特别咱公益行动教会吼，咱是一个足特别的一间教会，啊，地点嘛真特殊啊，吼、啊。所以咱唔通上过了四格啦，吼，四格吼，诶，像讲来阮的教会，我已经甲咱建议过啊，吼，就来咱的教会，吼，唔是阮的教会，吼，互路边听到的人吼嘛，感觉你讲咱吼，咱是包括都有听到的人咧，啊，阮吼就是遮个正义员吼，咧讲的，我哎，你伫阮的教会。哦，这台语吼、哦，刚才我伫迄个车顶谈生意，做哩啊咧讲啊，卖研究到即摆怪烂啊，啊混啥物？哎呀，都搞不清楚啊呢。哦，啊，总之吼、哦，做长老会吼，这个怪甲烂吼，因为咱咧祈祷吼，足重要个。哦，我甲咱提醒过了解啊吼，天父上帝，阮拢是罪人。哦，你莫讲天父上帝，阮咱拢是罪人咯。哦，安尼就差大尾啊！上帝也拖累啊！嘿，你看上帝也拖累啊！拄啊，遮尾远哦，因为咱拢是地人，我系啊，哎呀，拄啊地人啊，你安怎遮尾呢？哦，你也知影讲迄个意思啦，吼、哦，咱是包括对方啦，哦，啊，阮吼无包括对方，啊，总之咱咧共招呼呐，若当教会咧讲个招呼，咱爱讲咱，哦，虽然伊毋捌咱，啊，咱毋捌伊。总之吼，咱要表示咱对伊个接纳，请咱大家做伙来，咱来教会来做礼拜吼。啊，这是咱咧讲这个，一般咱咧讲的这个话语啦吼。
啊，所以教会伫迄个所在日日得到加添了后，第六章吼讲圣神禁止因往亚细亚讲道啦，因就经过弗利加、加勒太一带的所在，到了美西亚的这个边界，因想要往啊这个往比推尼吼，比推尼亚多的人却唔准啦。后来哦，这个所在有一个转捩点哦，第六章、第七章。正经禁止往亚提亚讲道啦，所以正好伊这个是亚洲呢，哦，啊亚洲食要往迄、那个往东边过来吼、哦，就一定会亚洲有可能吼、哦，大众得到福音嘞。总之哦，到后来哦，有马其顿的呼声啦吼，连年第一代的所在吼，就讲起马其顿的呼声。啊，马其顿是啥物所在？希腊啦。希腊啊，希腊是欧洲啦。啊，对哦，到往倒边到往正边哦，这个整个世界历史哦，我得到改变。啊，当初是当初是上帝的心意啊。啊，你看嘛，从接受到福音的国家的区域，从大众得到文明啊。所以欧洲你啊看伊的科技啊，吼、哦、文艺啦、啊，吼、哦，拢是比咱东方哦。加正进步，吼、哦，加正进步。东方是后来，这个差不多十八九世纪了吼，不得不得爱开放，因为西方太强太厉害了，吼、哦，所以开始西方的文明进入到东方，啊，东方这边接受西方，吼、哦，才伫迄个所在拍开迄个封建的制度，啊嘛无吼，到清朝还搁咧北卡，吼、哦，迄款的正，迄款的迄落去哦。啊，讲是西方早就已经进步到对迄边去啊吼，所以哦，有够福音的所在吼，上帝就祝福到迄个所在去，啊，上帝就祝福到迄个所在去。啊，对这个所在吼，有差一点，啊，差一点哦，伊虽然正讲亚多的灵唔肯，安尼咱会感觉讲，啊，亚多是安怎来灵唔肯？安尼是毋是亚多较听欧洲人，较不听这个看做亚洲人？就即种，即只个观点是安尼啦。总之吼，重要个观点伫底，重要个观点吼，就是讲第八章吼，因过即个美西亚落去到特罗亚去个时阵吼，伫高达讲伫美籍有异象，伫保罗吼，甲保罗啦吼，伫异象甲保罗吼，就互保罗啦吼，有异象互保罗。讲有一个马其顿人徛咧，求伊讲，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阮。即句话吼，咱可能看袂出其中的奥妙。总之，即句话是安怎形成的？正经是安尼写，因为吼，即保罗面子望起一个梦，啊，望起一个梦是望着啥物人？望起一个马其顿的人。啊，马其顿的人哦，伫梦中哦，甲保罗讲，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阮。罗加是啥物所在啦？重点伫遮啦。罗加是马其顿人啦。罗加是马其顿人啦。罗加对伫保罗的身边，罗加听乡土。伊偷偷甲保罗讲，是毋是有即款个机会，互我故乡个人，互我厝个人，也会当领受着耶稣基督个福音？这是字里行间，咱家己去揣测啦。哦，对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得用医学来解释啦。哦，啊，也因为罗家有可能伊个祈祷得到上帝个感动。最后面是予保罗伫异象中看见即个异象，就是马其顿的呼声，所以对安尼决定进入去到马其顿。所以吼、哦，咱大家吼、哦，毋通看轻你家己的。你若有参与迄个主工，你对迄个主工就有影响力啦。无分你是啥物款的身份甲地位啊，你若伫迄个主工。安尼奉献你家己本身吼，你对迄个主工就影响力。啊，若无吼，哪怕你就是一个讲啊做县长啦吼，还是讲市长啦吼，
你讲要来甲咱公益运动教会讲点咩？歹势惊病。哦，啊，总是这个罗家对着马其顿的前边，虽然伊是医生，看嘛是真尊贵，总是重要，毋是伊的身份，是因为伊贪污的这个保罗的时间的人。哦，伊真亲密的同工，欢喜的来服侍伊。所以哦，对一个大有恩赐、护主耶稣基督伫大马士革的所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中，呼召伊来正做门徒的这个保罗，日后正做大使徒之一。伫迄个所在，本来要往亚洲去，后来往欧洲去。欧洲因为什么人改变？当然是因为保罗去宣告得到改变。总之，原起头的这个要往亚洲，啊，才会转去迄个欧洲去。罗家的笔讲耶稣的神唔准。总之吼，就即罗家本身是马其顿人，啊，所以迄款的听乡土，上帝嘛纪念，啊，你迄款的听乡土的心哦，上帝啊纪念。那不过是，那敢那栽赃耶稣，讲耶稣的人却更甚特别的像人。啊，我来讲，这是罗家写的。哎呀，哎呀，罗家伊要吃什么原因？这个伊手安那吃，就伊安那吃哩呐。哎，当然这正经的话，同时特别拢是正经做感动啊！哎，怎啊感动就感动嘞？感动讲啊，这阿舅吼，这上帝也多良准啊！哎，哦，来我妈几顿就好啊。正经的话吼，那是安尼啊，一笔一画袂当改变，总之吼，卡哪讲就是人写。既然人写，就受着个人的教育、文化背景、成长观、原生家庭的影响。哎，伊个一笔一画，毋是正经牵伊个手吼，亲像咱个囡仔当咧读国学一年个哦。我拢安尼牵阮囝咧食食食字个时阵哦，爱牵伊个手食字呢。哦，毋是正经甲你牵手，像是老爸咧牵囝字哦，下咧练食字个时阵哦，安尼咧，迄个班主任咧牵迄落，你光咧牵，牵你食字。哎呀，啊，到尾啊，我甲你食食较紧啊。无啊，嘛牵伊手，遮较紧啦。啊对吼，这着伊个手味，啊伊个感动着安尼哩，也做个灵准啦。哦，啊，搁在这个后壁个所在，伊个这个梦中吼，看见马其顿个呼声，哎呀，不过罗家着是马其顿啦。所以这予咱一个足重要个，一个，也是一个足重要个功课。哦，无得看见你家己啊！一个人改变欧洲了，当然是保罗日后吼无得命危险啊！哦，一摆王讲了几落届吼，每一届拢是几十个减一个啊！哦，这马代咱讲到来讲到来，好，咱讲到这了，这是重点，所以大家加油啊！我主要是头只有伊讲吼，伊讲伊到甲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想讲要往迄落啊对啊，伊迄落比推你吼，比推你，嗯，第二是讲伊本来是有计划目标的，对，因照着目标来行，迄是买啊吼，买啊伊感觉讲正经你甲多滴卖几啊钱吼，对，所以。本来的目标，后来转向，目标转向。嘿，哎，这个所在吼，第六站吼，这特殊是伊写的啦。啊，总是要安怎讲，有可能是十站爱放第十站爱先放做头前啦。不要再公布了，怕的。哎，对，总是伊个加做头前啦，正经的唔准。哦，啊，这来讲，这个人写的有照人的思想，雷写的，啊，所以甲遮做头前，啊，所以欧洲整体就足好，
啊，你一脚哦，脚面上，用要脚到面上面啊。在在迄落东方这边吼，诶，国家还搁伫战乱啊，内战啊，迄落什么在土霸王啊、占领啊，啊，百姓民不聊生啊。啊，总之吼，欧洲已经中世纪的文明就开始安尼大发展啊，啊，科技大进步，工业革命，吼，就开始在战争啊。好嘞，好，咱到这吼，有还有啥物话通咧分享的无？还是要问、要问的无？我是我来，咱来思考一下。当咱去拜访这个弟兄以后，发心就去讲一下。我明仔日要来决定讲是毋是后日咱这去拜访参加迄个二国的记者招待。对。啊，我咧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讲。那咱到咧做指导，是啊，因为第一项今仔日关心二十八个议题，应该是遮个因遐个社团。对啊。啊，因个社团若讲因按住要办遮个代志，来邀请咱来参观做合毕个。对啊。吼，因为咱就关心个，但你甲看起来咱无啦。对啊。对啊，咱无啦，比作讲咱那滴。咱要主办第一项哦，我感觉讲有怪怪。第二项哦，咱若来关心这个议题来讲，咱会当做啥？就比如咱从后边进来抗议吗？我感觉讲感觉你做完了，感觉对。啊，消防是从头到从头。那不能讲你哦，因为咱要到咱发动的。对啊。咱发动，咱要包人，咱要请人，去啊建筑的。对啊。了。地价和以往矛盾是主要是政策。因为是讲要陪伴要协助的啦。你若讲咱要协助伊，我来协助，这拢都没有问题啦。但是若讲你若讲，啊，咱来甲参与，啊，那讲，那比上个人当比上。那是啊，咱来甲参与啊，哦，啊，就没有问题啦，吼，咱冇关系。但是，若讲咱家己来，咱家己来发动，啊，咱来做，咱就变做讲，咱就目标了。这点我赞成啊。对啊，我有记者写批啊，讲哦，有几个会。无啦，基本活动是咱发动。对啊，你啊，你就是咱发动的就对了。伊咧算啊。等下我再撤掉，因为转播卖转播的。诶，即卖转播。伊是伊的意思是讲，咱陪伴伊。伊嘛有讲，讲伊遐人无出来，啊，伊出来，袂爽啊！你敢毋是安尼讲嘛？讲嘛叫人遐个迄个。你有遐当无哩？收人会讲伊。我去倒走去去几落届，啊，甲讲讲遐问题，啊，遐问题都无解决，就讲伊较在姚平讲是怎个问题，甲讲少，真嘛。哦，啊，像讲伊讲姚平讲因个遐个家属个，个户口填补无好，即个应该爱平衡了，爱分掉，爱再照顾出面个讲啊。第一项，第一，咱无去种会开那个田地，咱嘛无咱决定嘛，对无？啊，要到恁自家讲，下恁是毋是会当去田种用？安尼，啊，人伊都讲歹来，人伊到去讲，咱无爱参与。这个嘛，参与。是啊，系啊。啊，那安尼是，咱都袂当会当安嘛。我只认为讲，拓展了的意思吼，是咱今仔无。咱人家这个角色吼，行到上过头下去啦，安尼实在是无讲介好啦吼，实在是。伊若讲啊，你自带力量出来，啊，阮甲你几个人吼，用迄落民间的力量甲你斗下，较毋是用公营农教的来甲你斗，要变咱不办事吼，我出讲，嘿啊，咱家斗三工参与自由参加这就好啦。吼，啊，你若讲你二八的迄落协进会。哦，来主办，啊，阮来甲伊到自由参加来到遐吼，这是好。啊，总之啊，变咱到遐主办吼，我就感觉这是无妥当，我认为嘛无妥当。啊，像咱后尾叫蒋道国要分迄个，我就讲，哎，咱离关已经离关了吼，我毋才讲遐个话。我们要听，啊，哦，咱这个就是讲，咱卖甲讲要听。怎么放个一手杆？我们就这么放。
变做安尼。啊，变安尼去啊！啊，我是中职哦，我是中职欢迎咱的会议哦。啊，中职吼，迄落拍电话到边讲，安那有人安尼？伊即摆做电话就强调讲，这是国商，啊，国商就敢若政府去办，啊，那咱做办袂妥嘛？我感觉在分人啦，用咩分？咱的关心就是咱家己咱要做这样代志，吼，咱是靠信用的立场，所以咱就用礼拜。啊，咱是用信用立场，用礼拜。啊，我插头咩关乎咩人？我是伫礼拜的，我用讲这样代志。咱中会干五十周年的时候，伫东海大学中南堂吼办一个咱跟台湾中会的扩大的迄个交换礼拜，邀请啥人啦？本来邀请李廷辉啦，叫李廷辉太唔太在？结果发生一个，正会到庭的时候，咱的中会事都叫咱大家起立鼓掌拍手，都人唔起立啦。前头我那都爱到位咧，买都爱贵宾来都爱起立拍手欢迎。咱到位规中会规中会嘛，嘛安尼感觉。咱礼拜为主呢，我插头你贵宾偌大，你当下来我嘛无讲甲你起立鼓掌，真。这礼拜恁天气，啊恁来迎去贵宾啊，大到比上比较大。这我有一个经验啊，我第一遍哦，参天龙湾办这个看做台中的圣诞节的这个看做这个圣诞灯啊。啊，你知影阮用圣诞灯用啥物做代无？台中市的水塔，台中市的水塔迄偌大呢？阮用迄个甲做圣诞树。啊，讲哦，咱的圣诞灯哦，要开灯的钱哦，我甲天龙湾交代。讲我那市长食中庭来吼，我那咧讲到吼。麻烦你即个放到路边诶，啊，我讲道大吼，才介绍伊入去，安尼。啊，真正是安尼呢。我咧讲道吼，我咧讲道诶时吼，天你妈是甲市长放到路边。啊，讲道大了，啊来，即个是咱欢迎咱诶大家长吼，来市长就来安尼。哎，即咱拢叫抱来呢。啊，即摆吼，当下啊，咱拓展了吼，伊诶即个热心吼，咱会当了解啦。啊，当然吼，做拢。哎，就用表格咧就好啊。啊，无啦，像咱今日代表过了吼，正要分，要共邀请，我等佫提醒，甲蒋导我提醒讲，哎，啊，即交互市长就好诶，你讲叫伊派代表就好。哎，到时当堂就给我。难堪。无啦，当然。啊，我是不以为意啦，你讲白话也无多啦，嗯。我说伊若讲要台办，迄咱就决议啊、决定啊，我都看安怎做结论，是啊，袂使讲意见谈。啊，明仔开会啊，等明仔开会决定啦。伊毋是讲二十三号。二十五。25啊。啊，你若讲来。哎，你今麦用我的名，歹势哦，我不要用名。哎，伊个电话，伊要召开迄个记者会，是为着228的内容，要召开记者会。伊是讲过去安尼，我感觉挺烦。哎，迄个控制成本内底哦，无敢评论，无敢评价。佮再讲，恁啥物人是恁的判断罪哦？啊，所讲哦，迄个问题都枪毙。啊，就啥物人？变作讲，艺术家从咱教会要包养车、邀请大家拢去啊，要来买烟，要去调开这个记者会。打手印啊，打手参加，不然闹会。你讲，我讲，你就跟。你若讲，互咱以前人吼来参与，吼，咱吼看看上去啊，去甲伊去参加迄个记者招待会啊，对无？啊，反正两位啊，系啊。啊，若讲咱到位要来包两间，要来请两位，啊，就咱去拖头啊。诶，变咱滴个，我安尼个就怪怪。啊，恁咱是毋是甲取代二八加一的疑问？甲取代啊！刚刚那个参与的，我把你们撑住了啊！我说。
我就感觉是挺多的物件。咱就关心，咱嘛唔盲讲伊，咱解决。啊，但是即个那是咱的主导，咱的主导。迄是当初咧讲，正二班大家咧无用，二班以后才来开学。讲你即马即个开会吼，你若无，你就用到二班五、拜五来开，吼、哦。啊，你若二班以后才难无用，要参加。我系啊，我看伊接啦，他变无拄提起了。我是无安尼提起，我是无，我伊我才咧讲，啊，大家坐火车，大家拢半票尔，坐火车来就好啊。我坐票呢。你也叫人啊！哈哈哈哈哈！我一个三个月叫半，三个月还有几毛钱？三毛钱！哈哈哈哈哈！无，咱就讲讲。像今仔我伊就较简单。迄个无，大家拢时间上拢无法度吼，有咧大下，哪有可能？你讲向人拜五，但我是。透早买，到暗哪有可能啊？啊，你用这同款理由来讲我，平常上就根本就无法度，啊，就好啊。我啊，要参加人幼稚啦吼，伊那是。是，你嘛变做讲伊的意思。我所以你啊，你讲吼，伊那是吼，伊那有迄种做些政治团体，伊那要去，啊，咱幼稚对不起，咱家己啊，吼，拢莫讲着咱家己主导的。有啦，就跑出来，我来跟他讲的。讲要叫咱包养吃，哎呀哎呀，咱在那都想不起过哪包养吃。大家拢买药吃去啦。伊嘛无讲你爱吃啊，大家拢包养吃。哎呀，包养吃无人坐是恁家。你有点名？你有点名？这么多，市场了。陈医生讲的哦，到时候就还陈医生吧。哈哈哈！我一个，这个无感冒症嘞。哎，我那顶好，我那恁家袂歹食。哈哈哈！啊，张医师，我记着，叫我恁吃。哈哈哈！啊，你讲恁是好啦。伊我这时阵我袂使吃。我只爱食食苦的时阵，食苦食了才会使食这个。我你只我拄仔食甜吼，食了这啥害啊？你搞讲甜就无影，哈哈，袂使。哦，啊，佫直接。啊，你着二七工礼拜到四月来邀请，哦，当。无啦，你着唔好来，咱三个讲爱共分钟，迄着中午到食好。看你住的，你去点样住的，比到你去点样，比到你去点样。哎，我刚刚要讲，我来帮忙来抓。要做，要这样。哎，要讲，我来帮忙来抓。你那摆出来。哎。现在在开会啊。对啊，明天代表来开会啊，明天要忙来开啊。因为我想想，唔对啊，拢咱咧现。是啊，啊叫伊摆啊。啊，到时只当门外口只，甲你讲讲哦，咱讲伊连到到下，家己咧计较。我主要把它做，对，把它做，这个要大的，我给它卡带，它就是，磨砂丸，磨砂丸就最好为它。我当然要吃鱼咯，我磨砂干吃鱼，有迄个什么铜灰咯。哎呀，买，嘿，每种还有买，你想吃还有。我想讲家己提出来吃。哦。哎呀，我这样子啊，因为做不完嘞，还没做完。